一天，僵尸王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，被感染的居民疯狂攻击他人。僵尸王下令严查疫情的起源，控制疫情。于是僵尸防疫部队挨家挨户的给王国居民送温暖。谁呀？快开门查水表。不，送温暖的。国王命令，王国居民都要配合检查。我这就开门。好了，你没事了。你好，王国送温暖。来了。快控制他。经过扫描，他已经被感染了，没救了。那就击毙吧。爸。大人不好了，街上出现了一群感染的小狗，在疯狂地攻击他人。众人来到现场。可恶，这么多居民被感染了，消灭他们。小伙伴们，防疫部队能打败感染者吗？觉得能的小伙伴请扣一，觉得不能的请扣二，让我看看有哪些小伙伴能猜对。防疫部队在疯狂的火力输出，双方打敌十分激烈。小伙伴们听说输入999可以给防疫部队增加伤害啊。最后在小伙伴的帮助下，防疫部队成功消灭了感染者。报告国王，感染者全部消灭，干得不错。疫情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他们却没发现，在之前的战斗感染者中，有只小狗偷偷地逃向掉了植物王国。